次次来在肉身，是应邀而来，是针对人的情形而来，就是来供应人的所需。不管人的素质教养如何，总之让每一个人都看见神的话，从神的话中看见神的存在，看见神的显现，从神的话中接受神的成全，改变人的思想观念，让神本来的面目深深地扎根在人的内心深处，这是神在的唯一的愿望。不管人的天性有多大，人的本质有多差，人以往的作为到底是怎么样，神一概不看，神一概不看，只希望人能将内心的神的形象焕然一新，能认识人类的本质，从而达到改变人的思想风貌，达到改变人的思想风貌，能从深处去思念神，发起人对神永久的眷恋之情，这是神对人的唯一的要求，这是神对人的唯一的要求，这是神对人的唯一的要求。